菊水县开通一家粮食银行，农户可将粮食像存钱一样存进粮食银行，方便又增值。一北京老人在萍乡失联，一高中女生在吉水失踪，亲人呼唤盼归来。南昌火车站升级改造工程动工了，出行关注列车运行的变化。关注百姓生活，新闻与您同行。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夜航，我是徐静。咱们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全省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今天在南昌开班，省委书记强卫做首场辅导，强调要保障社会公正，促进社会诚信，维护社会秩序。省长陆新社主持，莫建成等领导出席。法治江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官网法治江西网昨天正式上线，省委书记强卫点击开通。3月25号下午，省长陆新社与我省民营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交流，强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促进民营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加快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莫建成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农业和农村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继续我们的夜航，农民将粮食像存钱一样存进储兑所，储兑所会支付利息，农户可以随时兑换农资等商品。前不久，吉水县就开通了这样一家粮食银行，开启了粮食代储新模式。眼下正值春耕农忙时节，吉水农民罗喜来打了个电话，就有人把化肥送到他的家里。原来就是自己去到吉水区啊，买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再出来买回来，还要自己请车子，这样还费时。现在只要打个电话，他就送过来了。原来前些天罗喜来把自己家去年收割后没有卖掉的2500公斤余粮，存入了吉水县中波粮食储兑所。为农户送农资上门的，就是储兑所当初承诺的服务内容之一。免得他来回折腾，又要拉钱来，又要自己的搬运，自己运输，我们可以直接给他送。吉水县中波粮食储兑所，也就是当地农民俗称的粮食银行，是刘开波夫妇去年年底成立的。农民在这里储存粮食，储兑所会登记好其姓名、粮食品种、当时的单价、存储数量、存储时间等信息，并打印出一本有密码和身份证号的存折交给农户。农户拿到这个折子，就可以到储兑所的任何一个网点兑换自己的农资产品。每一个网点都可以兑换，什么都可以兑换。你说油啊，包括在超市的一些东西啊，将来还可以兑换。你说电器啊，都可以兑换。你卖在市场上和卖给他不一样的道理吗？都是有钱。我有利息啊，反正我不等钱用。存粮有利息是粮食银行最吸引农户的地方。农户存粮时可以选择活期、定期、分红期三种方式。存活期，每月每斤有5厘钱的利息，一年就可以赚6分，100斤就可以赚6块。而定期，一年下来就每斤粮涨8分。如果是分红期的，储兑所会根据市场的行情及时和农户沟通，在得到了农户的同意后，决定是否将粮食卖出。按照当时的协定，就是3、7开，我们是3，农户得7。哎，如果是跌了呢？跌了，我们是7，农户就是损失3，我们损失7。但无论是涨还是跌，农户的利息都会按活期的计算。罗喜来告诉记者，到储兑所存粮还可以减少自己的损失。在他家的仓库，罗喜来指着一大堆还没有出手的粮食说：“今年雨水充足，不少粮食都已经生虫了。”据了解，由于百姓的储粮设施简陋，储粮技术落后，百姓的存粮年损失在8%到10%之间。如果每户存粮2吨，按市场中等收购价计算，一年的直接经济损失在432元以上。而存入粮食储兑所，利息收入240元，加上止损的432元，相当于增收了672元。存粮就像存钱一样，能够做到通存通兑。保值有利息，还可以降低粮耗，农户何乐而不为呢？
到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已经有20多户农户在中波粮食储备所办理了业务。实惠呀，是吧？方便呢，就省得跑到这里街上来这么远。真的，现在是1万斤吧？还有什么打算？我也想近几年更发展，把那土地流转给我们大户种嘛。3到5年之内，我们会统一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那个采购、化肥、农药，统一肥收，让农民种那个田呢更实惠，让农民也愿意种田，也推进我们的土地流转。我国农村的，包括江西农村的这种改革和发展的这个形势非常喜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农村储备银行的出现呢，就是它在农村的经营形式的新出现的一种形式。我们在农村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很强的一个经营形式多样化，这种多样化呢，有利于农村的健康和快速的发展。粮食银行不仅能够方便实惠农民，也让企业从中获益，实现双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其实早在2009年，江西就出现过粮食银行，但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来看下一条，这几天北京小伙曹先生非常着急，因为在7、8天前，他的父亲独自一人来到了萍乡之后，不久就失去了联系，至今下落不明。3月24号，曹先生专程赶到了萍乡，请求帮助。他是从北京到萍乡站，然后把行李了存在了那个萍乡火车站寄存处，然后存完了以后就给我们发了个短信，说要进山了，然后就失去联系了，就一直没有联系。对，就一直就没有联系。曹先生说，他的父亲今年65岁，经常独自去各地景点游玩。这次父亲是准备来萍乡武功山游玩的。3月17号到达萍乡，寄存完行李后，早上的8点多还给家人发了一条微信报平安。安全到达，开始去山的方向勿念。曹先生说，之后不久，家人就怎么也联系不上父亲了，至今已经有8、9天的时间。随后，曹先生报警，并向萍乡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求助。通过公安部门的手机定位，3月25号，泸溪县消防官兵及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进入了预定区域，展开近4个小时的搜寻。因为山势险峻且山中起雾，虽然经过救援队员的努力搜寻，但目前暂无结果。最后手机发出的信号在武功山神景点正北方，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最后的信号来进行搜救的，但是今天搜救没有结果，但并不是说这个人就一定还在武功山，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目前有关搜寻工作还在继续。下面来关注一名女孩，她叫李君明，是吉水县第二中学高一年级的学生。他20号早上从家里出去后就失去了联系，今天已经是第6天了，家人非常着急。20号上午，王女士接到了女儿老师的电话，说她女儿李君明今天没有去上课。可是王女士说，女儿早上6点就出门了，她去哪了呢？联系亲戚朋友都没有，后来就开始寻找，车站啊、火车站、汽车站、长途汽车站都去找，都没有。女儿出走后寻找未果，王女士随即报了警，家人也调取了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只有小区附近的这个监控拍到了女儿走出小区时的画面。她的头发是披肩的，那个低着头，第那个角度的时候，好像感觉我从那个监控掉下来是流眼泪的时候，到那个位置就用力拼命的跑。王女士说，她之前并没有注意到女儿有什么异常。出事后才听婆婆说，19号晚上女儿的心情好像不太好。那天晚上回来，好像没有洗脸洗脚就上床睡觉了。晚上的时候，她来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点不正常，晚上就是好像有点睡不着嘛。她那天早上起的时候也没洗脸漱口，没有梳头，直接开这个门就出去了。王女士说，女儿的学习成绩一直比较优秀，不过最近2次考试不是太好。为了找到李君明失联的原因，家人查看了他的 QQ 空间。空间里最近一次留言是在3月14号的凌晨0:40，上面说：“我想离开，再也不回来了。”
这几天，警方、家人、亲戚还有老师、同学都在寻找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看了刚才的这两条消息呢，我们的心都是揪得挺紧的。让我们一起为老人、女孩祈祷平安，也愿他们早点能够回到亲人身边。为提高运能，改善旅客候车乘车的条件，为期两年半的南昌火车站改造工程已经启动了。受改造的影响，多趟旅客列车的运行停靠的时刻和站点有所变化，请大家要注意相关的信息。南昌火车站的升级改造昨天正式开始。据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提高南昌火车站的运能，改善旅客候车乘车条件。改造后，靠近东站房的站台将增加两个，古道线路增加三条，候车室也将面貌一新。今天记者在改造现场看到，四号站台已经封闭，施工人员正在对轨道进行切割移除。28号，候车室改造也将动工，届时第三候车室和母婴候车室将停用。据了解，整个升级改造施工预计将持续两年半左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在2016年春运前完成，改造期间有46趟列车改在南昌西站等地运行。旅客这个拿到车票之后呢，一定要看清车票的这个票面信息，得知自己的候车地点、乘车时间。那么在上车之前呢，一定要搞清楚。工作人员提醒，旅客在车站遇到困难，可以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江西南昌火车站官方微博、微信进行求助。好的，更多的新闻资讯，来看一组夜航速递。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我省中考网上报名时间为4月10号至16号，6月17号至19号考试。应届、历届毕业生不受年龄限制，均可以报名参加中考。严禁以任何理由允许未完成初中3年学历教育的学生参加中考。近日，江西省首个跨江桥面交通气象监测站在南昌市英雄大桥上顺利建成。通过这个监测站，可以实时获取桥面上的风向、风速、气温、湿度、桥面地温等多个气象要素，还可以通过视频信息对桥面结冰、积水等状况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大桥运行管控能力，最大程度降低恶劣天气给交通大动脉造成的不利影响。江西首家民营甲类通航公司天翔通航今天获得 CCAR91 运营合格证，这意味着它获得了通航运营资质，可以正式执政运营。天翔通航以飞机播种、施肥、除草等农用航空业务为主，可为客户提供各种基础和高端航空服务。近日，在河南省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社火艺术节上，南风挪舞、挪舞闹春以其独特表演形式和地域特色，荣获山花奖民俗礼仪表演金奖。今年，随着格林纳达和斐济先后对我国实行免签和落地签政策，截止目前，中国公民持护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目的地地区已经达到53个。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40元和23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降低0.18元和0.20元，调价执行时间为3月26号24点。好的，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感谢收看，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关注下载江西网络台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